既没有方向，也没有力量，结果这一球没法再拿一球的话，这边输球了。雷吉刚刚这一球可以说澳洲今天没有办法追平的一个最大关键，然后被德佩立刻被德佩抽冷箭之后远射破网。20岁的选手世界杯开张，哇！我觉得他可能下一届如果荷兰再来的话，可能他不是在 PSG 了。